又是新加坡环球影城的万圣节 party。现在啊，白天的巴巴尔卫城堡现在也变成鬼堡的模样哦，所以说非常非常的好玩。所以你可以来看看这边就新加坡环球影城的万圣节 Halloween 的 party 哦。现在在街头的一些活动呢，其实你就会看到很多啊，像是这边的主题的人物在附近，像这边呢就会有小丑在这边，然后这边还有啊，他也在这边，所以啊，这边街头你可以来这边万圣节的 party 活动哦。现在后方就是游行的队伍，所以你会看到在这边会有游行的。那这边呢，我就帮你们拍这边的影片哦。我们现在已经从另外一个鬼屋出来了。那这边呢，其实路上呢，就有一些工作人员都在那边下了。那这边呢，就是他这边的人员，所以周边呢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万圣节的模样跟打扮，耶、yeah! ！然后后面呢，这边还有很多很多，这边都是万圣节的人，所以后面呢还有很多。所以我们那边新加坡环球影城呢，可以来这边看看。其实啊，这边都非常非常好。在新加坡环球影城的 Halloween Halloween Night， 所以呢，以上的镜头跟画面呢，就是在今天的这边情形哦，要跟他说拜拜喽，拜拜。